我们是当编中华共学 TVPSS 的小主播。我是来自五 B 班的梁文德。我是来自五 N 班的易可宁。有一种人，他们恩比天高，杰如青竹，是谁有这么伟大的功绩呢？有一种人，他们呕心沥血，不求回报，是谁这么默默贡献？他们就是老师。老师阳光底下最伟大的职业，老师学生不如知识礼堂的引路人，老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你们是真正的园丁，你们含辛茹苦为社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栋梁，但你们自己甘做蜡烛，愿为春蚕。是的，老师的工作确实辛苦，老师为了我们精心备课，认真批改作业，耐心辅导，尽心尽力，既教书又育人，真不简单呐。对呀，老师处处以身作则，为人师表，像蜡烛一样燃尽了自己，照亮了别人。因此希望同事们要尊敬老师，尊重老师的辛勤劳动，把老师视作父母，敬爱他们。这两年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因此学校停办庆祝教师节的活动，今年总算能在这特别的日子里为老师庆祝教师节啦。老师，我们有很多话要对您说。我知道加减乘除算不经您做出的奉献，诗词歌赋胜不完对您的崇敬。在此我们祝全体老师教师节快乐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您。双强而有力的翅膀，让我勇敢地飞翔。你用知识与温柔浇灌我们成长，让我勇敢追逐梦想。你的教诲像那春雨一样，滋润我们心房，心里充满着温暖。我亲爱的老师，你是我们的榜样，谢谢你陪我们成长，总是那么慈祥。我亲爱的老师，你是我们的榜样，谢谢你陪我们茁壮，教师节我们为你歌唱。强而有力的翅膀，让我勇敢地飞翔。你用知识与温柔浇灌我们成长，让我勇敢追逐梦想。你的教诲像那春雨一样，滋润我们心房，心里充满着温暖。我亲爱的老师，你是我们的榜样，谢谢你陪我们成长，总是那么慈祥。我亲爱的老师，你是我们的榜样，谢谢你陪我们茁壮，教师节我们为你歌唱。哦哦哦哦，我亲爱的老师，你是我们的榜样，谢谢你陪我们成长，就是那么慈祥。我亲爱的老师，你是我们的榜样，谢谢你陪我们茁壮，教师节我们为你歌唱。教师节快乐，我们为你歌唱。
才让
你知道钥匙节落在什么时候吗？每年5月16日。你知道今年学校几时举行钥匙节吗？6月2日星期四。你有什么想对老师说的吗？有，我在此机会借此向老师祝福钥匙节快乐。你真棒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你期待今年钥匙节的庆典吗？我很期待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有2年没庆祝教师节了，我想趁着这个教师节对老师表达出我的感谢以及祝福给老师。你有什么想对老师说的吗？有啊，我想对老师们说，老师们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，教师节快乐。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。不客气。子谦，你是否知道庆祝教师节的意义吗？我知道啊，要尊敬老师嘛。那么趁着教师节，你有什么想对老师说的吗？我会对老师说谢谢您，我会努力求学，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教导。谢谢你，你好棒啊。依婷，你知道今年教师节的主题吗？我知道，教师是校园和谐的支柱。可以说说主题的含义吗？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，因此才有和谐的校园，我们学生才能有更好的学习环境，所以教师就是营造和维持这环境的支柱啊。你有什么想对老师说的呢？有，您辛苦了老师，我。如果你和同学在上课时不认真，老师会怎么做？老师通常会苦口婆心地劝告我们，并且让我们好好学习，认真对待课业。那你有什么想对老师说的呢？在此，我对所有老师
祝他们教师节快乐。可否告诉我们你和老师之间的小故事呢？可以呀、有一天，学校举办了一个活动，当时非常多人，很热闹，噪音更是非常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开始头晕，当时差点昏倒，还作呕。有一位学生发现了我的状况，便叫了我们的班主任周老师。周老师听到后，立马带我进了医疗间，照顾我。发现我状况好了许多后，便带我下去活动了。你有什么想对全体？教师节快乐！谢谢老师，您辛苦了，我爱你们。老师，感谢您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了我的人生。老师，感谢您的细心教导，我才不会迷失方向。老师，感谢您，教师节快乐！恩情似海深，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，感恩您们，我爱您们。全体教老师，教师节快乐！你们辛苦了。春满江山绿满园，桃李争春露笑颜。东西南北春常在，唯有恩师留心间。让我们在此衷心的对全体老师说，工作顺利，节日愉快！但编中华公学 TVPSS 教师节特辑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捧场。